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呀，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量学鼻祖王子老师，是王子老师量学这个桥梁，使你我相遇在星光啊量学交流群，认识大家很高兴。我们的量学呀，只有一位老师，那就是我们的敬爱的王子老师。我呢，只不过比大家早一天入师门，大家都叫我王艳师姐。既然来到了我们量学大家庭，那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咱们兄弟姐妹一家亲啊，以后咱们就互称啊是兄弟姐妹，好不好？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大盘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大家也看到了哈，
现在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大跌的行情当中。那怎么在大跌中选的好股呢？今天晚上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下啊，我在学员群，我跟我的小伙伴们这段时间，我们是怎样选股的，怎样来捕捉强庄的，怎样跟庄的，又怎样跟上庄家，我们获得赚得一桶金的啊。在跟大家分享之前，那我还是要把这个资金管理与这个风险控制放在首位。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资金管理与这个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呢？因为这10多年呀，我在这个市场当中能顺风顺水的、快快乐乐的生存下来，那与我的资金管理与我把控的这个风险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人呐，是人，是人就有贪婪，有浮躁，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控制我们这个贪婪？那既然学量学，那咱们就用量学的标准，来跟大家交流啊，那。就把你的呀，你做票的时候啊，你要把你的懂的资金分成3等份、2等份或者3等份啊，根据你自己的性格，根据你自己的操盘思路就比如我吧我喜欢做波段的我喜欢做短线的，那我就把它分成一份，拿波段拿出来一份短线拿出来一份。那我呢？我还喜欢做风筝股，等一会儿跟大家交流什么叫风筝股，就越飘越高，飘高，越飘越高就涨不停，不停涨我还喜欢做这样的票，中长线波段来布局那就怎么？那我就再把这个资金总的资金再拿出一份一份来再分出来，一共分成3等份，根据自己的自己的性格，然后建仓的时候呢，建仓怎样建仓？拿出来这一等份的时候，建仓的时候是三一仓，加仓呢二一，建仓三一，加仓二一当我们要做这只票的时候，分析好了它的前置基因、后置结果、主力的控盘行为和操盘意图，那我们要。或者这是跳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首先画好一套攻防线，我对我的小伙伴们对我的学员是怎样说的呢？我说呀，我说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了，这个线呀是什么呢？这个线就是你的生命，不光是攻防线，它是什么？它是你的生命，你一定要记住了，谁也不能触及到你的生命。触及到你的生命是怎么了？要跑啊，要溜啊，要保住命啊，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只有保存好你的本金，那你才能干嘛？你才能痛痛快快的来玩耍，对不对？那本金都没了，命都没了，那还怎样来玩耍呀？对不对？所以说我对我的学员这样说的。这就是你的什么？这是你的生命。当你预判一只股的时候，预判好了要做的时候，首先系好条安全带，它呢在攻防线之上的时候，那你就任意做，天高任你飞，对吧？咋做咋跌，但是呢，我们是人呐，是人什么？是人就有判断有错误的时候，对不对？那第一天它在攻防线之上运行，那第二天突然遇到各种状况，它怎么跌破了，触及到什么你的攻防线，触及到你的生命，要回踩回调跌破了你的攻防线，触及到你的生命线，
触及到你的生命线，又破了你的生命线，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要逃啊，是吧？要保存我们的实力，保住我们的本金呐、啊，我们要逃啊！我就在这个地方买的，对不对？那触及到我的生命，我就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卖，就是说买入即卖出，什么呢？是线上持股破线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使我们的损失最小化呀。啊，破了两个点，我赶紧溜，啊，那破五个点，你想，哎呀，是不是还能反抽呢？啊，没反抽，继续往下跌十个点，你们想，十个点再等一等吧，一等等20个点、30个点，怎么了？能不能出得来了？出不来了。所以说呢，啊，我们呢要怎么，要严格的来执行这个纪律，执行什么纪律呢？线上持股破线抛啊，严格的啊，守标忘我，做到守标忘我，知行合一，严格来执行这个纪律。只要什么触及到我的生命，那我就要先溜，我就要先溜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啊，是人什么就有预判错误的时候，那错了怎么办呢？那错了我们要及时改错呀。对不对？王子老师告诉我们的有三不定律啊，错了吗？错了要及时的改错啊，你只有及时的纠错，及时的改错，那你才能是一个什么？你才能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干嘛？快乐的玩耍，对不对？这也是我在这个市场10多年一直来顺风顺水啊。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玩耍的小秘招，那我也教给大家啊！我也先把这小秘招我也交流给大家了啊！我希望大家呢，你们呀也要把你们的资金管控好，好不好？选股思路上，那我们都选什么样的票啊？大家都应该都知道，那涨停板是谁所为呀？涨停板是主力所为，我们散户是打不出涨停板来的，对不对？所以说，前提我们要找什么样子的？我们要找出股性活跃的，啊，股性活跃的，啊，什么涨停板的，对不对？啊，你只有股性活跃和一个人一个样啊，只有你干嘛蹦蹦跳跳、快快乐乐的啊，那大家才喜欢跟你玩耍，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找股票也是要这个样子，要找什么？有资金进场的、活跃的，啊，有涨停板的。涨停板是什么？有主力呀，啊，资金来了呀，对不对？最好结合什么？有题材，结合当前的热点题材呀，啊，政策面呀，对不对？等等，啊，当你出现异动的时候，啊，当它出现异动的时候。啊，我们来选股。那量学的异动是什么呀？都是量价组合体，有什么呢？假阴假阳，大阴大阳，长臂长腿，背阴背阳，连阴连阳，王牌元帅，过风采风啊，极阴次阳啊，极阳极阴次阳啊，极阳次阴。啊，顶底呼唤，背梁不穿，高梁不破，跳空步步，金线不穿，等等等等等等，啊，是不是？那所有的这些异动都有价值呢？答案是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异动不等于行动，那它出现这些异动之后，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跟踪啊。跟踪什么？跟踪股票背后那个人他的性格，因为股票是谁做的？是人做的呀，对不对？那是人他就有性格，他就有规律，那我们怎么？我们就要去跟踪他，去发现他，发现他有什么手法，他有什么规律，要抓住吗？
大重点啦、对不对？当他干嘛出现拐点的时候，出现什么样的拐点？就是打破平衡、向上失衡的时候，给我们信号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才要干嘛？那这时候我们才是建仓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才是建仓的时候，而不是它出现异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动，而是它出现异动的时候，我们要选出来，选出来干嘛？选出来养着它呀，观察它呀，看它有什么行动啊，对不对？它只有打破平衡、向上失衡的时候，要有动作的时候，我们才能伏击它，对不对？那我们怎样来看盘？我一直告诉我的学员大家要干嘛？要立体来看盘怎样来立体来看盘呀？就是用思维看盘的方式方法是立体看盘，有进对比，调准临界，出胜进出，立定侦测，真假辩证，位置定性，等候确认，是灵魂这个也是什么呢？这是特训班的时候，我们敬爱的王子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的一样来看盘结合什么呢？再结合三行规律，我们来选庄、跟庄，选什么庄？你强庄啊，跟什么庄？跟有钱的庄啊，只有他有钱，他才能拉升，对不对？那我们才能干嘛？赚得一桶金呐，是不是？三先规律哪三先呀？卖在买先，大在量先，散先，大家我的学员每一节课，我就让大家干嘛？按照这个思路来选股、来看盘、来选这个话也都这个要用从哪个地方说起啊？这个地方就要从科创板上市说起啊，科创板上市首日的时候，可以说表现的堪称绝艳，是吧？考虑到科创板上市的标杆效应我你们想主板及中小板有一批估值相对较低的科创股，它有什么有望可能成为市场反弹的核心，这是我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逻辑跟学员交流的逻辑并且呢是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呢，它出现什么？出现抽血的效应出现抽血的效应热钱嘛炒科创了，那我们主板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来做？我跟大家讲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呀，咱们干嘛要找什么呢？要在中小创里面找黄金。怎样找黄金呢？就是7月30号，就这一天，7月30号这一天是我的第七期学员班要结业的这一天这一天我特别特别不舍我的小伙伴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期跟我的都是些老学员老学员呢他们呢和我们产生了感情他们每次呀就是什么这个班没等着结束就报起那个班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学员和学员们已经结成了什么兄弟姐妹，和我也结成了兄弟姐妹大家也能跟上我的思路，而且呢盘中大家呢也都能融合到一起。特别是什么，咱们这个学员班有个什么最大的特点在哪个地方咱们学员群每一期要选出两位班长来，而且这两位班长呢都是在北大北大特训班的学员，也是什么，也是在集训班从一期一直跟到我现在这个七期和八期的一个老班长，叫樊丽，他的量学基础很扎实而且呢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一个好班长大家不管呢哪一位学员只要是你不会的最基础东西，他都会很积极的很热心的给你回答。并且呢咱们群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热心的管理是谁呢？是姜师兄
江师兄也是什么呢？也是咱们群啊，跟大家每次跟大家交流的啊，一个助教，一个师兄，他的量学知识得到了王子老师的表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老师的书，老师的四本书，他可以说应该说是顺，很倒背如流，有点夸张哈，说很熟练，很那么他的量学基础很也很扎实。得到了王子老师的表扬，他呢也是每天呢在学员群跟大家积极的来交流，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群有一个什么氛围，有一个就是大家互帮互学，啊，学习氛围很浓厚这么一个群，啊，所以说呢，在七夕节这一天呢，啊，我这么想，我的小伙伴你们跟我这么长时间，那我拿什么礼物来送给你们呢？啊。所以说呢，这天又结合呢刚才跟大家讲的科创板上市啊这个理论啊，我就在昨天收评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个逻辑，而且大家看啊，在昨日收评当中跟大家交流的次新板块中的个股，看一下这个量价建构啊，盘中的时候一点钟是收盘的时候啊，跟大家说你们要看一下量价建构啊，是。然后啊，根据自己的操盘思路制定出操盘计划，对不对？啊，因为这天是个什么？是个平衡星。啊，平衡星是什么？平衡星是多空双方对决的临界呀，是多方和空方啊，谁也没占便宜，怎么打个平手，对不对？啊，只能什么？只能明天来决定方向，是不是？又结合什么呢？又结合啊，就是说三一的。一会儿咱们来看一下哈，软件啊是缩量的啊，但是呢价呢是悬浮在昨天的价位在一处，那我就问大家，我们该如何制定出操盘计划呀？我就问大家，然后你看，我们学员就开始积极交流了，有什么呢？比如说啊，要看什么？回踩，回踩有没有精准啊？这个哈，咱们在这个。好，打开我们的软件，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票。我在哪天跟大家交流的？是这一天收盘的时候，大家交流的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了异动，就是看到了异动啊。在看到异动之前，我每次就跟我的学员怎样讲啊？大家你们要看一下啊，你看好这个票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前生。分享好他的前生，然后再来看什么？再来看他的今世。那咱们看他的前生是什么？那看家中签之后开板了，对不对？啊，刚开板的，大家来看啊，开板这天什么？放出高量啦。根据三线规律啊，卖再买些。那大家开板之后，如果没有卖的，你能不能买着啊？啊，买不着。就说只有什么，不有人卖，你才能买着，对不对？啊，买着。那你从10块钱，现在涨到27，2倍多，3倍，2倍多，是不是？那这么高的价位，你只有给他这么高的价位，这么他才舍得卖，对不对？他还涨停，他才舍得卖，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价呢大，卖出来之后才能有量，是不是？就卖才有量。所以说呢，是有什么价量先啊？一天呢打出个高量来，高量又是什么呢？高量又是成交火热的地方啊。那这一天是谁在买？那又是谁在卖呢？那我不知道。但是呢，啊，我们呢？到什么呢？第二天跌停，跌停，但是量呢？量是缩的，看量必看价，看价必看量，这是什么？成因短出，对不对？假跌行为，重点啊，并且呢，这两天啊，这两天这一个跳空，这天两天呢微放量，然后呢，这天啊，这天的价位。筹码给解放了，啊，这天接筹码的人
解放了，这说明什么？左证明右确认，这些筹码是谁的？筹码是主力的，主力拿的，对不对？啊，那功在三先。那我问大家，涨停板是谁所为？涨停板是庄家所为，我们散户是打不出涨停来的，对不对？大家来看这一天呢，啊，价与价比，量与量比，啊，平量，但是呢，打出一根什么涨停，说明什么？啊，旺仔闪现，说明什么？这一块儿这些筹码全都是谁？左证明右确认，这些筹码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些筹码全都是主力的，对不对？啊，用三线规律我们分析出来了，啊，分析出来什么了？啊，等候确认是灵魂，怎样等候的？怎样确认的？我们确认这些筹码是谁的？这些筹码全都是庄家庄家拿筹码来干嘛？来洗盘，啊，洗盘之后嘛，是为了拉升，是为了赚钱的。对不对？是为了赚钱的。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庄家怎么了？加涨量缩，是不是？啊，属于控盘，对不对？控盘他赚了多少利润？大家来看，一个班、两个班、三个班，30%利润，还不加什么？还不加 T 零？啊，我们实打实的看到，30%的利润啊。那我们再看这一天，啊。今天大家来打开分时看看，每一次啊，我跟我的小同学就说，家啊，分时是什么？分时是主力行为的解剖刀，你们一定要把分时打开，看看你们才能看到主力到底在做什么。一天高开，然后什么？然后低走，然后最后什么？跌停，啊，跌停。大家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今这一天的量价。用老师教给我们的九阴真经，啊，阴过阳什么，太逃亡，对不对？那这天是出逃的，是不是啊？出逃的，啊，一样出逃的。刚才我们打开分时，大家看到了是什么？是高开低走的，高开低走是什么？高开低走是被动撤退，对不对？啊，是主力什么？不得而为之，他什么？也许是被对手盘，或者呢合伙人撤伙，被他们所打的，一般会有什么行为？他一般会有啊自救的行为，一般会有自救的行为。看成这一段什么？这段自信啊，自信很快，不是很弱，对不对？打出三个板的空间已经是强创所谓了，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啊。主力是什么？被动撤退啊！被动撤退，大家来看一下，怎样撤的？你看缩量，缩量，而且还有一个反抽的行为。反抽之后，然后再嘛，再你看，还是缩量，大跌就缩量，大跌就缩量。大家来看，大跌就缩量，那那就是长阴短柱，大跌就缩量，移动点，并且呢，大家来仔细看一下啊，怎样跌的？下跌五连阶的，下跌当中的凹口的长阴短柱是什么？是主力控盘良好，没有对手啊，凹口啊，下跌啊，当中的凹口长阴短柱是什么？是主力控盘良好，没有对手，怎么没有对手？大家来看啊，下跌五连阶，说明控盘是不是控盘良好？下跌五连阶，啊，而且是越跌，大家看看，越跌越缩量，是越跌越缩量，看这个地方也是，大家来看，你看一跌就缩量，一跌就缩量，你看是不是？下跌缩缩缩，缩量，最后呢，大家来看，啊，最后，嘣，来个什么？来个跌停，并且放出什么？放出倍量，放出倍量，这是我的学员都知道，知道什么？啊，知道啊，末段挖坑的
啊，挖空的啊，跌停的大阴，倍量大阴是什么？是主力下杀的行为。这个下不是上下的下，而是什么？恐吓的吓，啊，恐吓的吓，吓出什么？吓出带血的筹码，哎，每天是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下出来，啊，这是把筹码给吓出来了，吓出这些筹码之后，他是怎样做的？下来看，第二天，二天、三天，啊，嘛。一点一点的往上偷偷摸摸的，是吗？不跌反涨，对不对？不跌反涨，用什么？用老师讲的哪节课？量线的三项规律当中的拐点转向率啊，干嘛啊？是该跌不跌的战术，是不是？该跌不跌啊，嘛反涨，什么？打破了平衡，是吗？哎，有向上的欲望，对不对？特别是这一天，怎么了？来个什么？来个涨停，那涨停板是谁？是主力所为，就是庄家主力所为。打破平衡向上升，说明什么？我证明又确认我们刚才分析的，是谁的？是庄家拿筹码的行为。对不对？然后这一天，我就让我的学员干嘛啊？大家要一定要看一下，打开分池，看一天是不是主力控盘的？这是一个控盘板家就说什么？对，这是个控盘板，特别是结合什么？结合量波结合量波来看盘大家来看一下，结合量波来看盘啊。是主力控盘的行为，大家合力的行为，站在人线之上是人气，有人气的行为，对不对？那大家说，我怎么知道它控不控盘呢？量波怎么看呢？17号的时候，这个月17号我们既然的王子老师会告诉大家呢，告诉大家这个盘。这个板为什么它控盘？这样的量波为什么是大家合力的？希望啊，小伙伴们呐，你们有时间也一定要来干嘛？要来北大学习啊，北大学习，学习好了知道，学习好了之后啊，你就知道了，它为什么这是个控盘板？我为什么要找这样的板？为什么要抓这样的庄？再来看一天来看，你看证明又确认，这边是庄家所为，庄的筹码，对不对？并且呢，这边二天呢又一个又一个跳空，单跳空的再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行为啊？开分时瞧一瞧，那我们就能看出什么？庄家你是怎样做盘的，对不对？再来看一下，今天他怎样是单枪的，是早晨的枪。质量比较高，对不对？它是怎样打出来的？是打出单枪来的，单枪是什么呀？单枪是侦察兵啊，是多方，他要进攻之前派一个侦察兵来试探一下什么，侦察一下敌情的呀，对不对？侦察一下这些呀，阵地的。是不是？然后打出什么？打出来倍量枪，那倍量是什么？我问大家，那是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呀，是什么？是庄家用钱买的，对不对？昨天什么？你看，多少？多一倍多，是不是？用什么？用这个资金，这个钱买的。而且什么买来之后，要么试探过前方的敌情嘛，是不是？然后第二天大家来看，价涨，但是呢，量是缩的，又是个异动，又是个异动，并且这一天呢，
收盘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异动？哎，缩量，但是价呢？价却在昨天的三一之上收盘，引起了我们什么？我们的高度重视，是刚才是他们这段看到了啊，我跟大家在盘中交流的啊，收了什么平衡之星？平衡之星是什么？多空双方啊，力量平衡的地方，那明天决定方向，对不对？啊，然后怎么让我的同学，让我的学员来关注，来关注这个票。刚才也跟大家分析了，分析什么，都是庄家所为，庄家什么拿起的筹码所为，庄家控盘的所为，对不对？既然你控盘，在这样又阶段底部拿了带血的筹码。这场又控盘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又什么用三线规律啊？加涨量缩，说明什么？所以是个控盘行为，并且呢，根据我们王子老师教给我们的什么高量战法啊？高量战法什么？一直这两天的价位一直什么加涨量缩，没控盘，并且呢，站在什么？站在高量之上，并且呢？这个地方呢，还有个什么？大家来看一下，啊，跳空补，对不对？那倍量呢？看没穿？那倍量不穿，那这又是个阶段的高量，对不对？那高量破不破？没破，高量不破，啊，跳空不补，倍量不穿，高量不破，牛股三绝，是不是？那这天就怎么了？今天就是一个打破平衡向上失衡的地方，为什么又用单枪测试过这边，又测了一遍筹码啊？两天不断的用单枪来测试前方的筹码，但是大家来看，看量看价，看价看量，但是呢，价位是涨的，量呢量是不断的缩的，对不对？说明什么？越往上涨越是没有人卖呀。没有卖，啊，没有卖怎么办呢？主力只有往上涨，它怎么涨呢？那要结合空间呢，对不对？要鸟要飞翔，你必须给它一个有利的空，有一个蓝蓝的空天空，对吧？啊，一个辽阔的天空。大家来看，上行看什么？一是顶啊，它直接往上走。大家看有没有？上涨的空间有没有上涨空间？每一步都是，大家来看啊，每一步都是阴市顶上面有没有上涨的空间？没有。那主力什么呢？主力是水性杨花的高手啊，他要干嘛？主力是水性杨花的高手，他会往主力小的方向来运行，对不对？啊，怎么来运行的？接下来上方遇到压力，它只会吗？它只会往下找支撑，找到什么支撑？啊，大家来看，是找到黄金线的，黄金线的支撑，回踩黄金线，怎样踩的？缩量回踩的，缩量回踩的。找到黄金线是什么？黄金线是主力的攻防线与生理线，找到支撑点了，对不对？找到攻防线了。然后第二天怎么？第二天就有一个回踩，来看回踩，回踩哪个地方？回踩黄金线呐、啊！像你看，一天最低点是多少？最低2450，那这天呢？2451，大家来看，天2451，在盘中能不能看到2451？能不能看到？2451看不到啊，为什么？虚打一枪就站起来了，对不对？虚打一枪站起来了，能站起来的是全在人线之上啊，啊，全在人线之上啊，并且结合量波飘飘荡荡潇潇洒洒，然后干嘛？给我们一个惊喜，什么？涨停了，学员什么？学员们乐开了花，
是不是？是学员们能开了花，啊，说王爷师姐呀，这个礼物真好，大家开始就发起红包来了，大家群里面就发起红包来了，啊。这就是我们7月17结业这一天给大家的礼物啊，送给学员的礼物啊。这些学员都是老学员，他们啊跟着什么？他们跟着我啊，一气气走下来，也啊知道我给大家点的重点的哈，主力控盘到底哪个地方是主力控盘行为，应该怎样来结合量价建构来发现主力的异动，一点大家就明白。而且我这个群吧，这个学员老学员多，他们进步也快，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时候我还没看到，哎，他们看到了，在群里面大家就啊，老学员帮新学员。新学员呢，就主动提问题，老学员产生交流。我这个学员群学习氛围很浓厚哈，大家，如果大家想学量学的话啊，你们如果报这个班的话，那你们会感受到我这个学员群里面，在班长的带领下，在姜师兄的带领下，在老学员的带领下啊，大家这个学习氛围是多么的浓厚，大家你们会看到的啊。你看，这个就是同时，我跟大家什么？我跟大家啊，开的这个图，并且跟大家写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富荣科技是消费电子，啊什么大科技当中的5G 和华为，是不是？而且3天呀，小红布布，对不对？这是我给大家的啊信息，并且也是刚才这样分析的。哎，收盘的时候也跟大家也是刚才这样来分析的啊，什么逻辑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逻辑啊，科创啊开市之后抽血效应很严重啊，资金呢它也会抱团往哪一个地方走啊？这些什么？这些就稍微几个啊私募，它就能搭起来，用很少的资金，主力是水性杨花的高手啊，他不会往那大盘股里面打，他只有什么往这小盘股里边几个人合团儿。啊，几加一合团，砰，就能把这个啊票给拉起来，对不对？就是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然后呢，我们群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群有一个新学员，叫什么？叫朱海林。那朱海林他是7级学员，他是什么？他是新学员，学了1期是新学员。他这一天呢？我怎么说的？这一天是这么说的，是啊，跟师姐学习1个月，觉得自己心态好多了。以前呢，你先看到涨停板，经常去追，追呢，一追结果就被套，这师姐就说王艳师姐经常哈，这个学员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别整天去追什么热点呀、板那个追去追板呐，还别去追这个涨停板呐，啊，这个涨停板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异动，啊，只不过是什么？大家还打开分时来看看，是不是主力控盘行为的，对不对？那异动等不等于行动呢？他也知道，这异动不等于行动，也不等于买入点，啊，那么发现有主力控盘的，啊，要什么？要等着，啊，养票来观察养票，是他的体会和他的经验，并且呢。在这一个月的学习当中，在这一个月的学习当中，他进步很快，怎么进步很快？大家来看，啊，抓了个什么呢？啊，抓了一个票，抓个什么票呢？啊，抓的这个票是00890，啊，000890，再来看啊。你看，他呢，那天查的00089，7月29号，啊，特别什么，特别开心啊，发的红包，他们看大家啊，特别开心发的红包是什么？7月29号那天，那他怎么抓的？他在这一个学习啊当中，
是怎么领悟到的？啊，他是怎么领悟到的？啊，又怎么抓到这样的票的？那我们来继续来分析。啊，我跟大家讲什么呢？我说你们啊，看票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多读看市，多读看市，看看什么当前的位置和什么和最近的啊，最近的达到什么？到最低点的地方，这个票怎么来的？啊，到最低之后它又怎么起的？啊，在你的当前的位置，你要发现什么？它的最高点在什么地方？啊，在最高点这个地方，它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大家来，这个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成交火热的，要活要一个票，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是大涨什么量缩，也主力移动的地方？利用控盘行为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干嘛？再来看，这是大跌的时候就是缩量，快速缩量，21、21，快速缩量，砰砰砰砰往下打的，并且在这个阶段当中，是大家来看这段当中是什么？是大阴跌呀，阴跌，怎么跌的？上下洗啊，并且这一天呢。打出个涨停，三大涨停，不及涨停而微分次涨停，这是一个异动，啊，什么派出侦察兵来了，啊，对不对？啊，侦察什么？侦察一下底气，怎样侦察的？力量很强啊，什么？主力用钱买的，啊，是主力实力雄心的温度计干嘛？我在这个地方用钱买来测试一下，看见了吗？前面这筹码稳不稳啊？是不是？但是呢，啊，放量了，放量什么啊？测试，筹码不稳，然后嘛还要洗，洗什么？然后洗到什么？洗到白日第一亮啦，是的，洗到第一亮了，啊，第一亮常态什么？常态是涨，对不对？但是呢，它怎么不涨反跌？个股必退，跌幅加倍，它怎样跌的？大家来看，它是怎样来跌的？啊，怎样来跌的？咱们找一下规律。你看，筹码是从这儿来个长阴短柱，啊，凹股的长阴短柱是什么？啊，凹股长阴短柱是主力什么？控盘良好，啊，一种行为，对不对？既然控盘良好，大家来找一下规律。你看，啊，庄家有没有规律？刚洗盘的筹码过来转移，然后几天？这几天1、2、3、4天，然后这天，嘣，嘛，来个跌停嘛，放出力量了。刚才跟大家讲，阶段底部放出力量，啊，等于什么？主力捡便宜的筹码，吸什么？该血的筹码来了，是主力是主力的行为，大阴大阳涨停都是主力所为，啊，散户是没有什么。没这个实力打，给你砸跌停的，这是主力行为啊！那大家来看，那个低卡又洗了几天，1、2、3、4天，嘣，又什么？又一个大阴。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啊，大家来看，阶段底部，长阴短柱这儿，他们打出量来，在这天打出量来，洗啊，捡到便宜的筹码，再往下砸，能不能砸出筹码来了？大家来看。怎么砸出筹码来了？打不出筹码来了。哎，卖的都卖了啊，不买的也不买了，在这样都砸的什么砸出来了，对不对？你大家来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看，这样是不是又是低量啊？叫长阴短柱啊，这段呢末端的长阴短柱挖坑的长阴短柱是什么？是主力拼命打压呀，最后一跌，后一跌一跌。嘛，洗不出便宜的筹码来了呀！用什么？用我们量线啊，用我们量线三项规律当中的啊拐点啊拐点侧向率啊拐点转向率，这是什么呢？一天该跌，第二天该跌不跌，反涨，该跌不跌，
啊，反涨这个思维，大家来看这一天一个涨停，说明什么？说明这筹码全都是庄家的，这是庄家的啊。然后咱们大家来打开涨停板，大家来看啊，这个量表来看，今天又是飘飘洒洒，又是什么主力控盘一个，对不对？主力控盘之后，看嘛，往上打的时候。先什么？大阴是跌停板，大阴什么？大阴是重要的压力位，必须什么？主力要来攻击碉堡的时候，来攻击攻方的时候，他必须什么？必须要派个侦察兵的，就用单枪来测试一下，对吧？看你这个地方干嘛？这地方的筹码情况对不对？然后，于是派出个侦察兵来测试了一下筹码，然后什么？然后就跌的时候就缩量，缩量。而且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跟我的学员讲，大家一个看了今生，二看了今世，看他前世之后还要看今生，看今生看吗？看主力进来的时候控盘，控盘的时候要接个什么？要结合往左看，有没有重压？重压的时候，主力兵为什么？主力是水性杨花的高手，他必须要什么？要一个侦查的过程，然后干嘛？然后他往主力小的地方来，这样一个回踩，回踩的时候大家就要看，是不是什么有三缩的行为？是不是有下跌有底的行为？这是有精准回踩的行为，主力它下杀的时间越短，那它反弹的空间、反弹的时间、反弹的空间就会越高。然后这个红海林呢，他就听到了听到了，然后这天跟什么我们在群里面。是交流了，因为他新生他跟你交流了。他师姐说这两天找回马枪的票，大家来看看。像我刚才讲的，他这边师姐说了，我们上课讲了，有主力有控盘行为异动这边呢又有挖坑的行为有挖坑的行为，而且主力呢他呀往下打的时间呢周期都已经说明什么？主力他是控盘有度的，对不对？马枪的时候，师姐又讲给我们听了，有什么有三缩的动向，又有什么回踩有底的，又有什么精准回踩的。大家来看这天，看他是说回踩黄金线回踩精准回踩黄金线这一天，并且呢还精准回踩呢，这天是开高走的，这天也是精准回踩这一天这是条什么复合线精准回踩，而且有三缩的行为。然后他就说什么了呢？先来看，说什么呢？说精准回踩有底，缩量异动，然后跳空，确认什么？前期涨停板是控盘板，都符合什么？都符合我跟大家交流的这些条件呢，对不对？就缺个什么？跳空确认了，对不对？就少一个条件。条件跳空确认，然后这一天呢，大家来看，怎么了？大家来看，一个跳空，开心了，他开心了，所有的条件都符合王艳师姐说的，他就砰就开始干嘛？伏击，集合量波，集合量波，回踩人间不破，砰砰的起来了，起来这一天，这个学员可开心了，开始再去买。红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成功的喜悦，这就是他这个学期他学到的知识在实盘当中得到了什么验证，这是什么？他成功的果实，他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到这一天的时候，这一天的时候因为呀，我们不前期跟大家分享的嘛。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呢，他就知道拿到哪个，拿到这一天，拿到这一天的时候，做了一个爆抛
出了一个高抛，那咱们来看哈，继续来看。是七七学员啊，毕业的时候我送给大家的礼物和七七学员，特别是新学员啊，老学员咱们都不提了，老学员的红包是满天飞啊，咱不提，就说新学员，新学员学习这一个月他学习的啊经验和他的啊体会。那八七七月三十号我们结束了七七啊。七七，那八七呢？八七还没开课呢，啊，没开课，但是我们已经建了学员群了，建了学员群了。这一天呢，我说，哎呀，亲爱的小伙伴们，我说还没开课，你们都来了啊，你们都来到我的身边了，说我拿什么来作为礼物来送给你们呢？说我的小伙伴们呐，啊，然后这一天，十点钟的时候，这个票是什么呢？这个票是我们七七的老班长啊，七七班长是谁呢？是叫刘飞，他做过的一个票啊。这个票也是哈，为什么我说老学员都不提了？这个刘飞班长啊，也是从一七到现在八七还报的啊。就老学员呢啊，大家都难舍离开这个群，因为什么？大家都尝到了啊，尝到了。主力控盘行为的啊，也甜头了，应该这样说，对不对？大家看这什么票啊？我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大飞的票首阴高度重视啊，他今天的低吸机会，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喜欢龙回头的趋势啊，所以要跟大家讲啊，大家把以前的活跃的票。啊，原版的票都加入自选股中，寻找什么？寻找回踩后的伏击点。我说这个什么？这是我做盘的风格啊！大家都知道，特别我的老学员哈，大家都知道，知道王岩师姐喜欢什么？王岩师姐喜欢打回马枪，喜欢什么？喜欢做啊买阴，喜欢主力下杀的行为啊！大家都知道啊，我的老学员都知道。所以说我才跟大家说的这一段话嘛，啊，就说的哪个呢？就说的这个啊，002903环宇数控，说的这个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票，啊，这个票是谁？是那个我们的班长刘飞，在这个地方复盘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每一期我就让我的学员啊，让大家来找哪个是控盘板。控盘板找出来之后，你们要看它的前身，要顺着主力的足迹，你们要去看它的前身，有没有资金进场？资金进场之后，主力又有什么行为？啊，所以这一天呢，翻出来之后，他跟我说什么？说了句什么话呢？说师姐。这个票它有没有种走啊龙头的可能？那天他找出来之后，我说那咱们就来就来分析一下有没有走这个龙头的可能啊。啊，大家来看看这个票是不是又和刚才那个票一样啊？他家长让说是主力有控盘的行为，是异动啊，而且每次大家来看是不是啊？放量，哎，缩量，啊，放量，哎呢，哎，缩量，啊，上面呢波浪滔天，是不是？那下面呢是风平浪静啊，啊，当放量，哎呢，哎，缩量，啊，当放量，哎，缩量，是不是一直什么？是一直达到百低呀，啊，达到低量。自己打的低量，就是又和前期一个样啊，低量就该涨吗？不涨就什么？哎，挖坑的行为呀、啊，是挖坑的行为啊，是破股逼退，跌幅加倍，怎样跌幅加倍？主力来挖坑啊，大跌五零界呀、啊，就是并且什么？主力
在挖坑之前吗？也有单枪啊，测试行为，是单枪测试行为。而且这两个单枪是什么？这两个单枪都是什么？大家来看，都是备量单枪啊，是什么？都是主力用钱来买来的，这实力的象征。并且这两天都是什么？是涨停板呀，大家来看，这都是涨停板。是涨停板打开的，是涨停板打开的，是弹过的，弹枪质量都很高啊！我这是跟啊我的学员讲的弹枪那节课，大家都会分辨啊。挖坑之前他就有什么各式的行为，各式玩填方的什么敌情筹码之后干嘛来了一个挖坑啊，来了一个挖坑，长阴短柱下杀，对吧？大家来。是长阴短柱来下杀的，对不对？大家也知道，而且跟大家讲的啊，是主力干嘛？在末端的时候挖坑，长阴短柱是什么？是主力拼命打压呀，最后一跌呀，怎样最后一跌？你看，在这儿起，打出起的筹码来挖一个坑，在这儿再打，弄打出筹码来了，打不出筹码来了。啊，拿不出的筹码来，主力什么？只有什么往上拉呀，对不对？大家来看看，看量比看价，看价比看量，你看下面是不是就是摆低了？是都是摆低了，啊，是不是啊？主力只有往上拉，怎么往上拉的？砰砰，什么？打破平衡向上失衡，是不是？然后这天一个什么涨停？怎样涨停的？大家来。大家看，悬浮一分呐，你斤斤计较，啊，拿捏有度，悬浮一分，你装，哎，头往上，强装，所以说，一天可以就这么讲，世界，这个可能是能走出龙头来。我说大飞，能不能走出龙头来，那是主力说了算，但是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个试探的过程，对不对？试探前方筹码的过程，而且这个地方下跌五零界的时候，主力在这一个反抽的行为，而且这个大阴什么二一位试探的是它二一位，那主力它往上涨的时候，第一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阴上行看阴是顶，我只能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看到17块这个地方。过了17块之后，咱们再来看怎样走。至于它能不能是个龙头，咱们来看什么四板顶龙头，对吧？咱们就属于来看这个空间它是怎样打出来的。然后第二天你看，这儿第二天又说，师姐你分析的很正确，师姐，它呢是能走出了龙头象。我看点了一个什么，点了个赞。我说，不愧是我的老学员，不愧是我的什么。不愧是我的大班长，啊，跟着我什么1到8期，你的眼光也雪亮雪亮的，啊，然后大家来看这个票，砰砰砰砰，是吧？出几百来，出400来空间，大家也看到这个市场，400嘛，400空间到头了，是不是？就400空间，对不对？50%，并且这天呢，大家来看。你看，而且这一天再来看结合量波，它在哪个地方走的？在这个地方，结合量波这一趟走了，走了之后干嘛？你看，哎呦，碰涨停了，他就来问我，师姐，我走错了吧？你看看，碰涨停了吧？我说大飞，我说咱们要按量学的标准来做，按量学标准来做。我说你再看现在这个市场，几板到头，它四板到头。我说你再看。往左看，说大飞，我说再看，往左看，这个地方，这块的地方下来看，是什么？放量阴，放量阴，而且现在又走到吗？这个波段的什么二一位，是不是二一位？是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又是四板空间。我说，你说，你走的错没错？哦，师姐，没错，那我明天看看。刚说完，第二天，嘣，妈，就来个跌停。我这个什么大飞班长乐的，
啊，老师姐，哎呀，这量学太棒了，这个量学，啊，按照量学标准走的太开心了，啊，然后在这一天呢，再来看8月1号的时候，再来看，啊。8月1号的时候，大家来看002903啊，002903，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早盘的时候，早盘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咱们群啊，咱们群有什么？有选股公式啊，有选股公式，每一期都给大家选股公式啊，选股公式，在选股公式上啊，选股上跳出来了跳出来了。嘛，我一看，我说马上我就看，会踩到哪个地方？哎，会踩是凹尖峰，啊，会踩凹尖峰，结合呢，结合量波，又干又怎么了？又会踩人线之上，就是在这个地方绿盘的时候，那我就跟大家讲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讲了这段话，啊，讲什么话？跟大家讲了，说呢，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啊，我喜欢以前活跃的票，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以前连板的票，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以前主力控盘的票，对不对？这什么？它是首因，这有什么呢？这又是回踩哪个地方？这又是回踩凹尖峰的地方，是不是？这又是什么？又是我们公式选出来的地方。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啊，是龙回头的票，那我喜欢，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几乎我的老学员们呐，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师姐跟大家交流的庄家的控盘行为呀，强庄所为呀。所以说，大家就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怎么啦？大家就开始砰砰砰砰就开始打了，啊，看上了，啊，看上了。然后这天嘛。家就砰砰砰就收获了，是吗？甜蜜的果实，对不对？并且这一天呢，下午我有事情，是谁？是姜师兄，姜师兄啊带盘，带盘呢，公式又选出哪个票？又选出这个票来，300684，大家来看一下，300684，大家来看。这天，1号这天，也是这一天啦，啊，大家什么？这老学员，你看，特别是什么？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哈老班长李，老班长，这是我们的老学员李建军啊，李建民老学员，那么姜师兄的啊，等一下，姜师兄也打了啊，等一下大家又，干嘛？天又干了这个啊，中石科技，这一天呢？大家乐开了花的这一天，啊，什么？获连板了呀？这天获连板了，大家乐开了怀。然后呢，张师兄啊，张师兄说什么？大盘中阴线啊，今天八期学员是最开心的一天，吉祥的一天，祝贺大家。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天收获累累呀。是不是硕果累累？啊啊，打的一个板啊！而且这个谁，这个叫张小玲的，张小玲的哈，这个学员张小玲的这个学员，他打的这个2903，张小玲哈，他也是一期跟过来的，到现在他说什么？师姐呀，没开课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一个月的学费啊，早赚出来了。啊，早赚出来，在学员群里面，大家就开始啊，开始开玩笑了啊，热热闹闹的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七学员跟大家交流个什么？就是刚才跟大家讲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就是风筝股啊，什么叫风筝股呢？大家哈，300585这个。奥联电子算风筝股，就是什么逻辑呢？还是这样的逻辑啊？是用什么老师呢？高量战法给我们高量
冷战法，速度看一下，你看从高点砸下来，砸到什么？已经跌了多少？72了啊！并且在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刹车之后来了两次换挡，做了两个双底，是很扎实啊！而且大家要知道，封顶线是什么？这个封顶线是主力测试上方阻力的探测器呀，它测试了左方啊，这个峰左峰的地方，大家来看，你看这个量，是缩量，缩量过的，说明什么？是主力控盘良好啊，是主力控盘良好啊，并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来看，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发烧量，力量打个涨停啊，发烧 BI 打呀，回踩。啊，混在这个吗？它是这阳脉升啊，这阳脉升大涨，什么量是缩的？这阳脉升偷偷摸摸，虽阳脉升利润独吞，一点一点干嘛？攻上城来，攻上什么？攻上左峰来了啊！并且这一天呢，你看，就是又是个背量，停，量是什么？是主力呀，主力干的。只有主力什么？只有主力才有这个实力，对不对？那我们散户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啊，并且什么？并且是背量，背量过左峰，往往有一冲，怎样冲？过的是多峰啊，过峰保顶啊，啊，左支右撑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天我就让大家嘛，高度重视彩票，大家打开涨停板来。啊，哎，涨停板来看，就来关注，关注什么样票啊？关注是说缩量，再看缩量，你看什么？大是平的，大平量是缩的，主力控盘行为，对不对？对，主力控盘行为大涨量缩是主力控盘行为，在这个地方呢，又是什么呢？大家来看，是不是？资金看啊，资金比，再来看是又是大涨，量呢量缩，是主力控盘行为，并且在过峰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价涨量缩，在这个地方在比的时候，大家来看还是什么？还是价涨量缩，大涨量缩啊，高量打底，一步一步的干嘛？大涨量呢？这样做，步步答题，步步答题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又重点给大家讲，我说大家呀，我说我喜欢的风筝股是哪个呀？我喜欢风筝股，今天跟大家讲风筝股啊！但是呢，我们就有个学员啊，一个学员叫什么呢？啊，学员，你看他天天在说，大家都开始找说。有一个票说是不是他也是放风筝啊？他天天找风筝股。我们7月份的时候在学员群，啊，他说啊哪个票是不是也是风筝股啊？我跟他讲，我说天天跟大家交流，老学员都知道什么是风筝股。我说昨天晚上还跟大家交流过的，啊，是什么300585奥联电子。我说看来呢，看来收评都没认真听啊。我在批评他，7月24号那天，啊，我在批评他。我说你看啊，你就没有评，没有听啊。我说收评之中有黄金，我说是收评，听收评去，啊，让大家去。你说我让他听收评去，啊，然后大家来看，就是这一天，就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一天，是不是？啊，看就是那天，然后干嘛？大家就引起重视来了。你听我批评他，大家。就干嘛引起重视来，因为大家呢就开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干嘛，就啊，伏击到这个风筝谷里边来了。然后风筝干嘛，就乘着大家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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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这一天，怎么啦？啊，大家讲的要开板啊，分单减少开板干嘛，我们就要溜，然后我们溜之大吉。是不是？这个就是那7月份的时候，啊，哎，我们七七，
愿去跟大家分享的风筝谷，也是我喜欢的啊，我喜欢的一个模式，我喜欢操作的啊一个模式。7月份啊，这8月份，8月份大家呀迎进门来之后啊，大家迎进门来之后呢，大家再来看啊。我的小伙伴们迎进来之后呢，大家再去来看啊，再来看哪一天呢？8月5号，8月5号啊，怎么跟大家交流的一个红毯证券呢？啊，我说呢，还要起，因为什么？因为大盘大家也看到了哈，8月5号的时候，大家来看一下大盘啊，是不是这几天连续什么，连续跌呀跌呀，跌跌不休，跌跌不休的，大家。是不是啊？家是不是看到了？8月5号，我们来看，是大盘大跌的时候一段时间啊。一天我们抓的，大家开开心心的，迎来大家嘛啊，还没开班，迎来新学员给大家送的礼物啊。这天呢啊，5号这天呢啊，我又对大家讲的什么大盘大跌啊，大盘大跌，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呀？啊，基阴之后，是什么？阴盛出阳，是不是？啊，连续大跌之后，大盘有个什么背离，它要有一个反抽。那有个反抽，大盘要起的时候是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权重，啊，离不开什么？离不开金融的拉升，更不能离开什么？更不能离开证券板块。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前段时间我跟我的学员哈，我跟我的学员在哪个地方呢？在华林啊，华林证券当中呢，大家什么尝到了甜头啊？尝到什么甜头了呢？我们是在6月10号，大家看实盘，十号这一天，十号这天我记得是这天，这天跟大家交流的，交流到我们什么？我们也。快快乐乐的吃到这一波利润，所以说呢，啊，所以说在这个这一天啊，5号这一天啊，我就跟大家讲了，啊什么，你们没有证券板块的，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什么次新板块中的缩量或高量的个股呢？因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了啊，这个逻辑是创业板啊抽血比较严重哈，这个资金只有什么？只有。往这个小盘股当中，往科技股有科技概念的股当中来什么啊？来使力，对不对？所以说我让大家关注的，重点关注这段时间关注的是次新的、次新叠加的，啊，又结合什么？又结合基因之后啊，有个应该有个反抽，你要反抽，大盘要起就离不开权重，对不对？更离不开这个什么衍生板块啊。所以说根据这个逻辑，我让大家来找什么？根据。啊，老师教给我们的高量战法啊，来找什么？来找缩量过高量的啊，来找什么？主力成交火热，主力控盘的票啊，对不对？啊，找什么？找到了红塔证券，找到了红塔证券。大家来看是几点？是5号这天，红塔，大家来看啊。8月5号这天，大家来看，这天，啊，这天，为什么这天找到他呢？大家来看，啊，是不是和刚才和我们交流的一样啊？啊，开板之后打出高量来，啊，打出高量来之后干嘛？一直是价涨量缩呀，啊，证明又确认这谁？主力筹码呀，这都是主力的筹码。跌就缩量，啊，大跌就长阴短住，是不是？啊，并且呢，一天呢，接下来看，一天是不是站在了什么？站在了高量之上啊？高量之上是什么？高量之上是安全线呐、啊，安全线啊，并且大家来看啊，一天什么是缩量啊？缩量呢？为什么？这光它赢半啦，是不是？啊，缩量的，啊，并且这天呢是，这
今天大家来看，见什么？微放量的，不光是过了什么带阴了，而且呢还过了前期的高量了。高量失顶是什么？是安全线呐、啊，啊是安全线。你看下面呢，是不是阳橙苔阴分散，阳橙苔阴分散，阳高阴矮，阳高阴矮是主力控盘型的，所以说这天干嘛，在盘中啊，我就干嘛，我就跟我的学员们说，干什么是要找这样的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前期成功案例全是这种模式的，大家也看到了，对不对？是不是跟着规律走，人人是高手啊？啊，跟着这模式，然后干嘛？同学们，啊，我的小伙伴们、同学们，看准了，他们什么？因为是老学员了，都知道王艳师姐跟大家交流的主力的控盘行为啊，看懂了，同学们看懂了，他们就怎么了？他们就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又怎么了？啊，又开始了，砰砰砰砰，又打起来了。你看啊，是发红包。大家开始发红包，并且这一天呢，谁呢？朱海林他就打了个什么呢？300354，大家来看，是一个新学员哈，300354，大家来看，300354哪一天？这天，做这个票，然后这天冲高建仓，啊，这是一个新学员，是什么？只就。那一期，进步很快，进步很快，这个学员徐超他是跟了两期，跟了两期，继续跟过来，都是老学员跟过来的，啊，不用说咱们的管理哈，这个雅丽爱心管理哈，爱也是在群里面也是一个爱心的啊，要跟大家交流的啊，一个好管理，这是咱们的班长老班长。啊，还经常啊抓什么呢？强装，啊，抓红包，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赛音啊，音赛300781，大家来看300781哪个地方呢？在盘中啊，大家看到，你看上面写个六，6号盘中，大家来看。是不是与6号盘中交流的盘中交流，大家看一合两波，结合两波。那我跟大家讲嘛，次新叠加呀，是我们一直交流的逻辑呀，对不对啊？大盘大跌，我们就来观察谁强于大盘啊。六号这天，大家来看六号这天，看大盘。大家来看，六号这天盘怎么跳空往下下杀，对不对？跳空往下下杀，但是呢，我们的什么？我们的300781呢？大家来看，300781，大家来看，它是怎样做的？今天一合两波。什么一直在人线之上飘啊飘啊飘啊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来讲，要什么？要找强于大盘的票，要找强于大盘的票。那我们来看，那好不好？首先来看什么？首先来看它下跌，对不对？下跌，再来看它下跌，是不是？看量比看价啊，看价比看量看，下跌就缩量，是不是？下跌就缩量，那么大家看。这下跌就缩量，一跌就缩量，而且怎样跌的？它跌507，是不是？而且在 OCO 中的长阴短柱是什么？OCO 的长阴短柱是主力控盘良好啊，没有对手啊，怎么没有对手？下跌507呀，是不是又是我们前面那种模式呀？这又是我们那种模式，并且干嘛？并且大家来看啊。你直憋的时候干嘛？用枪上捅行为，上捅行为，上捅行为过不去，侦查之后过
回去什么？我这水性杨花高手再回来呀？怎么回来的？大家来看，怎样回来的？挥彩之后缩量，上情绪平稳了，没有成交了，成交什么少了，洗盘洗得干净了，对不对？它就怎么了？它就一个倍量马拉伸，而且什么？而且是个单枪来得势，解放了所有的筹码，让什么？是主力实力雄心的温度计，是主力用钱买的。特别是在底部嘛，是主力，大家，我有钱，我来了，明明白白的亮珠是告诉你了，是不是？表现在亮珠上，明明白白告诉我来了，我有钱，我把你们都解放了，这都是我的筹码，学会了亮去，是不是？大家就看懂了庄啊，而且这天大家来把分值打开看看，全部在人线之上。都是钱呐、啊，对不对？这都是钱啊，而且这个跳空啊，那么打破平衡，向上失衡，那么这个回踩踩什么地方？踩在这个元帅的什么二一之上，二一平衡位什么站稳是机会啊，然后主力控盘的行为，主力用钱干嘛买来的？主力要拉升了，异动，然后嘛回踩，回踩谁？回踩。二一平为站门是机会，砰砰起来了，是不是？今天我再给大家再盘啊，你看他用单枪捅的那个地方，捅在那二一位是下来的，是我们量学很标准啊，要学会量学很简单，是不是？是很简单的看清主力他的操盘动向啊。所以说，干嘛？我们大家，你看，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交流的，结合量波。所以说，小伙伴啊，小伙伴们，有时间还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啊，17号的时候到北京来学习量波。量波只要学会了，个别是在这个阶段学会了量波就等于你啊，得到了一个稳定盈利的啊一个法宝得到一个法宝。这个你看哈，这个是朱海林的，这个是00221201，看哈，00221201，啊，九鼎新材，这个也是咱们的老学员。为什么我说老学员都不说了？老学员他们看7月29号，7月29号这个老学员在这个地方，这天也是什么？大家来看。是不是也是跟大家找的前期主力控盘的控盘行为的啊？然后打出高量来，后是又缩量过高量的，是缩量过高量的被天津的，然后砰砰砰砰干嘛？获利这么多，上面有多少，上面有多少？是又获利这个是老学员了啊。这是老学员，就是我的老学员都不说了，就说这些新学员。你看新学员啊，新学员啊，30035字，你看学了一个月的啊，东华测试会做的东华测试这波一天你的一天走的，是老学员新学员学了一个月，这个钟海林。大家来看看，钟海林，你看是不是学了一个月，现在觉得自己心态好多了，心态是一个新学员学习的体会，所以说啊，跟大家讲哈。大家呀，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啊，想赚得一桶金的话，大家必须要学会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票哈，还有这个票，8月6号，8月6号的时候跟大家讲什么？资金叠加，叠加，叠加，你看，
我特别跟大家讲叠加叠加，啊，什么呢？是稀土板块概念啊，以什么为主呢？老龙头谁？老龙头是金利用资，个资金谁？资金是富荣，对不对？你看我们做的奥联哈，奥联你看牛，这跌停板又拉回来了，大家一直盯着，我们这些老学员都盯着我们这些票，你看这个票3007-48，大家来看。大家来看，这天跟大家交流的，这天跟大家交流的，因为什么跟大家交流呢？大家来看，是不是还是我们的高浪啊？三线规律呀，它涨什么？看这天是量缩，大涨量缩，出来嘛空盘，越涨越没人买，什么？只有还涨啊？为什么涨？因为它是假跌下来的。前期是主力吗？控盘行为的，是活要的票啊！这老龙头啊，在这样跟大家讲的，主力吗？下杀的行为，你带血的筹码的行为，只有大家看明白了主力的控盘，主力的假跌，怎么才能获取这部分利润呢？是不是？所以说啊，希望啊，大家呀，在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要玩的话啊，要在这个市场学习的话，希望大家来一起啊，加入啊，我们这个量学大家庭啊，只要啊，大家坚持和努力，我想大家都能在股市上腾飞啊。愿我们啊相互学习，加强沟通，愿我们共同进步啊！成长和分享是我最大的快乐啊！祝小伙伴们啊，你们在呀这个股市当中啊腾飞起来。那今天啊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啊，耽搁大家休息了啊！祝啊大家晚安。